바그가. 丹巴哥哥，你快起来吧，你快去找卓玛小姐吧。扎西大哥，快去吧。扎西，快去吧，妈已经给你备好了。让人找回来吧，你快去找卓玛小姐吧。扎西，祝福你，我们会在白雪台等着你和卓玛小姐回来的。你一定要把卓玛小姐找回来。一定会的。你一定能找回自己的爱，一定。当然，看我胳膊会保佑你们的。扎西大哥，快去找卓玛小姐吧。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都是四大渡劫，与人称拉姆。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爱人，也都在等待自己的爱人。哎呀，我可真是没想到啊！你跟字母还能再续前缘，好，好极了。这颗首饰都给他拿去，一定要送给他啊！哥哥，这么重的礼物。还是留给卓玛用吧，再说字母他也不缺这个呀。哎，卓玛也不缺。桑杰啊，大哥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哥哥你说。按照我们乐仓家的规矩，这男人入赘领地可是不能带走的。哥哥这可我知道，我已经让蒙波去盘点领地上的人口牲畜和财产，造册之后还给你。好好，这我就放心了。重点能有今天的祥和安定，你付出了很多。这样，你的领地一半的税收还归你，年底你过来收。多谢哥哥。哎，桑家起来。哎，天意弄人呐！我是最不愿意做这个土司的，可是乐仓家的规矩，我又不能不做。照你的能力，你应该来做这个土司。哥哥，你一直对我很宠爱，可是我做错了那么多事，还望哥哥能原谅我。以后乐仓家的事你还得多多的操心。那个索朗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正因为他年轻，所以我定了规矩，以后只要是大事一定要到你那里去定夺。哎，哥哥，那你什么时候给他们举办婚礼啊？就几天吧。哎，对了，你还不能走啊。哎，婚礼这么大的事情，你可得多操点心呐。好，哥哥，就包在我身上吧。来，喝。哥哥请。管家。好，你们都下去吧。是。是。Thank you.
老爷。怎么样，有扎西的消息吗？我带人去了飞来寺，可是扎西已经不在了。废物，连个落水狗都抓不住。恰卡该死，恰卡该死。巴拉村白水台有消息吗？没有，扎西没去巴拉村，也没回白水台。也许他会来城里。你四门多派些人手，一定要给我抓住扎西。是。去吧。哎。怎么前面围了这么多人啊？不知道什么，就是过来等等，等一下。楚辞老爷招聚女婿，凡是继承的人都必须到四方街的白塔去转经三圈，给卓玛小姐祈福。谁家的小伙这么有福气，能入赘到楚辞老爷家？是民科司令楚老接赞。哎，扎西大哥，这你知道神父先生吗？神父在。神父进城。现在你也很快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如果你想我帮助你学会用这个叉子。康威，你对他说这样的话完全是矛盾的。他是一个马贼，怎么可能会变得文明呢？如果他要是变文明了，又怎么当马贼呢？是吧？卓玛小姐，你是救过我，也救过我的朋友，可是你没有资格侮辱我。我没有侮辱你啊，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干嘛这样看着我呀？你想把我杀了呀？我不会杀你的，这样就还不了你的人情了。你不杀我也还不了我的人情，我比你多救了一个人。好，就算我欠你的人情，可是我请你收起你那套贵族的臭架子。扎西大哥，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找卓玛。你要去土司府？那不是去送死吗？送死总好过断送卓玛的幸福。扎西大哥，你不明白吗？卓玛小姐肯定是被逼的，这肯定不是她自己的意愿，所以我才更要去找她。哎，扎西大哥，这样去太冒险了，没等到土司府你就被抓了。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早晨咱俩混进去。
喜啊！恭喜啊！恭喜恭喜！一定要把我的尸体抬回八老村。你走吧，扎西大哥。要走咱们一起走，要死咱们一起死。如果你死了，有没有人替我收尸？扎西大哥，随便啊，请随便。扎西啊，你来得正好，
邀请你呢，可不知道这请帖应该送到哪儿去。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待卓玛小姐的。如果她给我生个儿子，我也给她取名叫扎西，你说好不好？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功夫，我的梦想马上就实现了。如果虫草老丁还在的话，他是不是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感到荣幸？扎西，你马上就要下去见虫草老丁了，你见到他一定要替我谢谢。如果没有他那条老命，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威廉现在顶我兄弟一场的份上，我要在寺庙给老爹、给你、给弟兄们点酥油灯来祈祷。明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去。扎西，如果你下辈子还要做马贼的话，我就告诉你几句话：马贼就是马贼。扎西啊，对不住了，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给你包饺子。老爷，能多该死。卓玛呢？隆多陪小姐从金丹寺受俘出来，走到碧塔海的时候，小姐突然对隆多说：“隆多大官人，我阿爸经常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的照顾他。”说完以后，小姐他怎么了？小姐他跳了碧塔海。
was a good job on that one. You could write a whole book about that. But you know, when we get back, Stillwell, he's gonna kill you. You know what? He will not. And I'll tell you why. Because I'm a flying tiger. I'm a mercenary. General Stillwell's got nothing on me. Well, gosh, you're right. You know, when we get back, Chenault, he's gonna be pretty darn angry. You ever seen an angel? Never. Well, let me tell you, if you were to see this one, you would know how beautiful an angel could be. So you're saying that we're gonna see her soon? Well, you'd have to go to Jungian Duke and Tong, but yeah, maybe. Oh, she's Chinese. Yeah, she's Chinese Tibetan. She's like a little Tibetan flower. Eagle One, you got a boat here at 9 o'clock. Are you aware? I got it. Listen,
尼玛，不好了，格尼玛，格尼玛，大事不好了，群尼骑着白风筝下凡间来吃人了，真的，村子里的好多人都看见了，是吗？是的，好大好大的一架白风筝，还冒着白烟呢。穆大师说他的法力不够，降服不了群尼，所以让我来请格尼玛，去看看吧。美国人，都起来吧！你告诉他，他就是你说的曲尼吗？是的，他就是白风筝曲尼，他的法力已经被我消除了，我要用他的血去祭奠阿瓜尼。你告诉他，我是个美国人，我是来开飞机。你们打日本人，帮助你们，你跟他说，你告诉他，我是飞机员，我是开飞机。你不能杀我，穆大师，他的确是个群人，不过他前世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善心的人，今生是无心闯入到凡界，不过我可以点化他。格尼玛真是心地善良，若能点化曲尼，真是功德无量啊！三妹，格尼玛，端碗水来。是。我的名字叫康威，我是开飞机来帮助你们打日本人。Stop. Listen to me. You speak English? Yes. Don't worry. You'll be free. No, I gotta tell you, I'm pretty goddamn worried. Look, they're gonna burn me alive. Look around you. Stop. 林玛，这个曲尼我好像在哪里见过。I know you. Listen to me. You. 准备。What? You'll be free. I know your voice. I know your voice. I know your voice.
傅大师，可以让他在这住一段时间吗？没有问题，当然可以。三妹，云满，就让他住你家吧。是。那我先走了。这位先生，救我的那位小姐是谁？她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她会说英语？为什么？她是我们这里的格尼玛，是我们中殿这里最受尊敬的人。这里是中殿。是的，中殿纳比塔海。半年前来过这里，这里是黑警和跳舞的地方。不认得你。半年前，卓玛小姐带我去过你们寨子，你和你的姐妹给我跳舞唱过歌，记不记得？是你呀。哎，你就是卓玛小姐带来的那个洋人。是我。哎，以前卓玛小姐带她去过我们的寨子。叫康威。那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实话，救我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这么小姐？不，那是格尼玛。不，那个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真的是格尼玛，而且卓玛小姐她已经死了。你是开玩笑，她不可能死，我去见她。哎，你别动，去找她。你先别动，你的伤还没有好呢。你听我说，卓玛小姐因为不愿嫁给名卫兵团的索朗队长，所以投湖了。海女神把她带走了。你乱说，这不可能死，我去见她，这是真的。你不要和她说这么多话，她是个曲尼，你会沾上晦气的。她不是曲尼，她是个外国洋人。可是穆大师说她是个曲尼，格尼玛不也说她是个曲尼吗？格尼玛那么说，是她不想穆大师当众出丑。要是不信的话，你问我两个姐姐去。
我现在我非常生气，卓玛小姐是不可能死的，你怎么乱说？我去找你们捉鸡处死。你去呀，你去找了也没用，如今的土司是索朗，多吉土司他已经退位了。老头，咱们该走了吧，再不走的话天黑之前我们就赶不到八宝村了。歇着去吧。马国头，这条路我已经跑了七八趟了，现在走天黑前还能赶到八美，咱们呀还不用跟人家争溜索，要不我不想死的话你就去歇着，想死你就走了。才赶了几年马帮啊。大事儿，有半个时辰就清理出来了。哎呀，马国头，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前面会有滑坡呢？难道是山神告诉你了？在你的心里，干嘛还要找他的肉身？你已经找到他了，祝你早日统一康巴地区。有着贵国的支持，我想是指日可待啊。不过以后还请泉养先生多多指点啊。